大家好，我是莫涵啊。这个神奇宝贝革命的话，我们这边正式开坑了。然后很多观众反映说，这个游戏可以去录实况，但是遇到了很多的这个翻译问题啊，因为是英文的，并没有中文的这个中文的翻译之类的东西，所以说我们要用到这个软件。大家可以自己去搜一下这个软件，什么 ABBYY， 是一个我记得是一个扫描程序的里面的一个软件，是可以用来截屏区域，然后把这个文字转换成图片，转换成文字，然后你可以复制到那个，比如说啊，复制到这个翻译里面去啊，比如说翻译里面去翻译这些东西，剧情啊什么都可以翻啊，比较溜的一个东西。之前我玩韩服，包括玩反正是韩服吧，韩服的那些网游的话，都是用这个软件翻的。好，我们先进入吧，这次换了个账号，因为之前的账号的话，这个名字也是很坑。啊，比如说啊，这个我们来截一下试一下啊。之前我很多那个玩国外的游戏，英文啊什么都是用这个翻的。你看，欢迎来到神奇宝贝的世界，我的名字是像素教授。项目教授是谁？明明是大木博士。你看这个很厉害吗？这个软件是不是啊？特别厉害。啊，这句话是什么？快速翻译一下。像素博士你好，来，但是大家就叫我神奇宝贝教授。像素和大木是差不多。然后呢，接着翻，神之翻译啊，这网哦，这个没了。看，在我们继续之前，我告诉你几件事情，你应该知道，这个什么 ABO 是什么东西。好吧，应该好像后面没截到，应该是这个世界的东西。啊，我来再看看这个全程翻译，啊，实时翻译，总比我自己看不懂好，对吧？给大家看得懂一些。这个世界是广泛居住着被称为口袋妖怪的东西，我们人类生活在一起的。哎，这其实跟那个版本开始是差不多的，跟那个版本啊，就是掌机版的那个内容是差不多的。再来捕捉一下。好啊，这个软件其实挺不错的，你想玩这个游戏想翻就翻啊，你不懂英语也可以玩。有时候我们要一起玩耍，有时候我们一起工作，有些人用他们的口袋妖怪战斗和这下面广告啊，广告我们屏蔽了它，无视掉那个广告就可以了啊。有些人用他们的口袋妖怪战斗和发展他们的这种失败者的债券是什么，不知道是什么的翻译问题。要不要开个谷歌来翻啊，谷歌翻译会比较准一些。长句子的话其实用有道也好，开几个，多开几个翻译软件。谷歌的话还好，你看这个紧密的债券是什么鬼啊，结合吧，并与他们发生，就是把培养关系应该是说啊。然后这个是什么呢啊，因为我这个英语实在太渣了，我还是就翻译看看吧，省得自己猜啊什么的。现在为什么不告诉我关于你自己的演示呢？哦，捏人了啊。这个 Who are you？ 那我们换个发型，这个发型还不错，这个三根呆毛啊。红色的头发，然后衣服的话，这个黑人，我不是黑人，我是白人。衣服的话不用这个颜色了。之前有观众说，哎，你用这个颜色像祥林，然后我就换个颜色。这个吧，黄颜色，基老子。这个有啥？这个是眼睛的颜色，基老子。哎，但这个颜色不好看啊。绿衣服，蓝衣服，我说他没给黑衣服啊，有点坑。橙色的吧，就这个啊，就这个样子了。OK，Yes。然后啪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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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应该是不多说了，就翻吧。有趣的经验，更困难的经历，有这么多的等待着你。这个是什么？什么 REM 啊？怎么没有呢？
哦 ，A 哎，迪亚 ，D 在这，这个结的还是有点问题啊。梦，有趣的经历很惊人，有那么多东西的冒险等待着你。梦冒险是什么？哦，应该是想幻想或者冒险这类东西，好吧？为什么那么大？教练为什么那么大？哦，知道了，我们选择了这个东西。OK， 好的，哎，有个光头哎。按下空格，哎，这个是什么 ？Orange 什么情况？那我们来翻译一下，神器啊，这玩意儿对吧？很厉害的这玩意儿，幸亏它这个背景是黑色的，如果不是黑色就有点难翻了这东西。原产地森林什么鬼？原野森林吧，起源森林，起源森林当教练开始和结束他们的从小经历的冒险，哦。就是开始不叫起源森林，原始森林培训开始结束他们口袋妖怪冒险。嗯，好的。哎，你看我这个不要太溜啊，现在不会英文，我告诉你，我直接翻啊，这省得自己打一个个字去翻了。这边之前好像遇到一个老头，他说的话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我们一个个看过去呗。哦，这个是什么 ？Wonderful。多么美好的地方吗？我边玩边学，你看多么美妙的地方我都会了，我把英语都还给老师了。啊，这个什么什么什么，不管他，这家伙，这个口袋妖怪看起来非常的强壮和高兴，是这样翻吗？啊，坚强和快乐，坚强是强壮吗？差不多吧，谷歌来一下。坚强和快乐啊，不是强壮，好吧。作为一个这个应该说什么？要成为神奇宝贝大师的男人来说，那英语怎么能阻挡我呢？对吧？我不能跑啊，到后面可以拿自行车，然后这个骑乘宠物那个宠物的话，好像是要买这个的，据说是。五美刀，这个有100 C， 就 C 100，五美刀100点，五美刀就是大概在三四十块可以买一个闪光的这个风速狗做骑乘，啊，包括都是要买的这些东西，骑乘的宠物都是要买的，好像水上的跟这个陆地的还是不一样的，你可以花一点花那个30块钱买一个这个。再买一个这个水里的，我要买一个这个也可以，这是闪光的。然后你抓到的精灵是并不能骑的，挺便宜啦。对于国内游戏来说，这个哎，这是什么呀？这个是那个什么什么小那个什么钢齿鳄还是什么小齿鳄？哎 ，Hey there，My name is 巴拉巴拉巴拉，我来翻译一下。他让我前往什么城市？来。我的名字是布罗克，是谁？布罗克，哎，这翻译有些醉啊！我名字是黄，哎呀，这个翻译，哎，能不能再正常一点啊？他应该是我的名字是小刚，我是，这个铂金是什么鬼啊？他体育馆的负责人，他应该是那个吧？啊，管他呢，这个神字翻译。他说他是小刚，应该是那个岩石系会馆的这个馆长，对吧？来看这个是什么？你怎么还没有任何口袋妖怪呢？哦，我相信这个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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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翻译出来吧。这样的话我就不用后期加字幕了，你看翻起来多方便。来一个翻一个，来一个翻一个。我相信大木博士可以帮助你去和他说话哦。好的，哎，我卡住了。哎 ，maybe 啊，这个什么什么什么的，但是，啊，这翻译好爽，用起来，翻译用起来太爽了，看不懂就翻。也许有一天我会，啊，你会得到我挑战，挑战我的机会，反了吧。
好的。哎，我卡住了。咚，一个问号。嘿，啊，这个好吧，这个我就不翻了。你能告诉我你的名字吗？我的名字叫莫寒。哎，莫寒，你看，这个不是什么什么零一了，不是我新开的号码，对吧？啊，你是第一个到这里，然后什么什么，接下来要去什么什么的，这什么东西？我再翻译一下吧。作为一个懒得读的人，懒得去想的人，还是翻译一下好。哦啊，莫寒，你是刚搬到一旁，这个什么一门是什么？啊，你是刚搬到隔壁我的实验室之一啊，就是你是刚搬到我实验室隔壁的一个人啊，就那个城镇嘛。好啊，这句是什么？反正谷歌翻译也不靠谱啊。我从你的妈妈，什么鬼？这个翻译能不能正常一点？我不知道搞个有道翻译啊。我听你妈妈说，你看，哎，谷歌完全不靠谱啊！我听你妈妈说，你想成为一个口袋妖怪训练师，哎，你看看这个谷歌翻译啊，还没百度翻译好用。哦，这个又是什么呢？再翻一句。哎，嘿，来我实验室后将得到你第一个宠物小精灵，好吧？神字翻译啊，真好用，看不懂我们都可以看剧情了。虽然进度有点慢，你最好去寻找你的母亲，她是从这里来的。什么鬼？什么叫她是从这里来？她要到这里来吗？啊，她是从这里开始的。这个两个果断要互用啊。哦，好的，稍后再见，莫寒。翻译真不靠谱，但是总比没有翻好。总比没有翻看不懂好，对吧？这是什么？之前还翻过这个。这个是什么？问候邻居，和邻居打招呼。哦，这是教程吗？问候邻居，好吧，这是教程。这叫什么名字啊？我们来翻一下。翻一下这个叫什么名？这个中文百度翻出来是什么名字？美琴沃尔玛，沃尔芬不是沃尔玛，金德尔奇这名字，一金德尔奇，美金德尔奇，哎，这直接了这个名字，好吧，跟他说话，这不能翻中文啊。Hello， 这个什么 darling， 亲爱的，来我们来翻一下，实际翻译啊，全程翻，你好亲爱的，好，我们都学会了。Hello there darling， 你好啊，这个你好亲爱的，欢迎来到我的房子吧，欢迎来到我居住的房子。我看我是边玩游戏边学英语多好，欢迎来到我简陋的房子。哦，原来这个是简陋，哦，明白了。好像在哪里看到过。怎么有些事情啊？不幸的是，没有任何重要的东西在这里。好，明白了。这个是什么？看看，我说截出来这个字真快。你应该得到你第一个宠物小精灵。为什么一会儿是宠物小精灵，一会儿是神奇宝贝？这谁翻的？好吧，这个是什么？哎，我这个软件真好用啊，之前没白下这个软件，是最好的，没有什么鬼，等一下换一个，而且是最好的，就像没有人了，什么鬼？这翻译有点问题啊，这差不多理解一下就知道了。我喜欢唱什么一些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啊。我觉得这首歌类似啊，不是唱歌啊，我想这首歌是这样的哦，哈哈哈哈哈，
又是大木博士，我看到 OAK 就是大木博士。项目教授，无论如何你应该得到第一个宠物小精灵，从大木博士那里得到这个什么什么的。啊，这个就不看了 ，OK， 结束。曾丽啊，这是什么？猫？他说要什么？希望我得到一个猫。我需要一个人和我的猫陪伴我的猫吧。好了，好累啊，复制粘贴复制。不过后期剧情没那么长了，只要翻一点点了。一开始一个新手教程东西比较多，这翻译的手速你看。梦幻，嘿，这个是什么？然后我说了，嘿，这个是什么东西？啊，梦幻，把它叫了一下，走了。我应该什么？多宽查一下，但是我要回到我妈妈那边去了。老妈。喂，莫涵，你在哪儿？啊，我什么什么，我们还是翻译一下吧。啊，有翻译不翻译白不翻译嘛，对吧？你，莫涵，你在哪里？我很担心你离我的。哎，这个翻译还是有问题啊。谷歌，你在哪里，莫涵？我很担心你留在我身边，从现在开始。哦，知道了，妈妈。看，那是什么？等一下，我翻译一下。我这玩个游戏真累啊。妈妈说：“看，这是神奇宝贝对战，就像你总是喜欢看的、看玩的人啊，什么意思啊？这个，看，这是一场口袋妖怪战斗，就像你一直喜欢看和玩的。”哦，明白了。这有点多，等一下啊，这软件也能解啊，字多也能解，除了敌可能会解错，但是他要把这个句子连起来就要这样，因为有回就有回车。我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但是我知道一个事实，因为你想成为一个口袋妖怪训练师，你最终会成为这两个努力的战斗啊，你也会成为这样努力的战斗者，谁知道甚至比他们更努力，应该是这样的。什么？这是什么？我饿了吗？饿了回家，饿了就回家。这意味着你要伤害自己。我有饿了吗？伤害自己，你要哭了。老妈又哭了。宝贝，宝贝是什么？上次我们玩的时候都完全没翻译这个东西。我只是不想让你受伤，你永远是我的小宝贝。哦，但是妈妈，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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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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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妈妈，我可是有一个口袋妖怪了，这意味着是一个成年人了。哦，小智14岁也没成年。哦，so 这个什么什么什么。这下面应该是那个四天王里面最后一个度，然后这个是快龙，这个是那个是读 Mega 还是 Muga？ Mega 吧，我也不知道怎么读那个。所谓从技术上讲，我可以自己照顾自己啊。所以，哎，还是有翻译器好，虽然麻烦了一些。我们玩个剧情玩那么久，有时候你太聪明了。这什么 X 是什么？这 X 是什么意思？让他喷火，哦，训练一，让他喷火龙，利用愤怒，什么鬼？让他看嘛，看他喷火龙，利用愤怒，什么什么？训练师吧，这个是这两个训练师，那这两个训练师面孔太熟悉了。这是什么？三龙是什么？明明是快龙好吗？闪避和使用天龙座流星是什么鬼？
怎么又变成圣斗士星矢了，这个翻译有问题啊。用德拉克流星，哦，这个翻译我也是醉了。哦，好吧，开始吧。太危险了，我们要现在回，现在我们要回家了。但是妈妈，不，别但是，现在回家了。好了，回家了。那这两个球要回来拿的。哦，我们玩过那个之后，就前面的剧情都知道了。莫寒，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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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应该是让我去找博士，你看，让我们翻译一下，让我去找博士。我们20分钟都在看剧情啊。大木博士下降了房子，什么？大木博士的房子在下面，而你睡着了。他通知我告诉你，他希望在他的实验室跟你对话。当你醒来的时候。字幕好多，来来来，翻译翻译翻译，还是用百度吧，我觉得百度翻译出来比较顺口。谷歌翻译一点都不是人看的东西了，非人类的。这里就变大木博士了，你看，为什么刚刚前面还是项目？大木博士会告诉你休息，但你最后的法定年龄资格什么教练的证，他会给我那个东西，这可以让你得到自己的口袋妖怪，就是，加好友怎么那么多人？好吧，这是不是观众啊？加我好友啊！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我想说的是，但是我们会在和你和大木博士说话后什么什么，他尽快要找你说话，就尽快要联系我。好吧，找大木博士去。真心镇的 BGM 吗？这是什么？看看碑。啊，大木博士的研究所。Hi, that's right. I told you to come just right. 其实我知道是什么意思，还是翻译一下，我懒得翻出来。哦，对了，我本来我告诉你来是只是等待。有三个啊，这里有三个那个神奇宝贝啊，不是口袋妖怪啊，你自己可以选择在这个球里面啊。最后一个是这个没看。第四个就是有可能是前面三个你不要了，你可以选择第四个。实际上有四个，但最后一个是野生的，相当固执啊。其实野生的相当固执可以抓啊。选择一个你喜欢的，这个是选择你喜欢的。皮卡丘其实不用选的，因为在那个丛林里面可以抓皮卡丘的，而且抓出来的这个印象应该是差不多的。最坑的就是有抓皮卡丘，你可以拥有它，只有那些对你口味不够好。好吧，好吧，要训练我们这个，让我们长大之后变训练这个口袋妖怪。看不懂我就不装看得懂。当我的晚年，我只有四只，但是你只能拥有一个啊，只能选择一个。对吧，好，我们要选择一个其中的一个，第一个应该是那个妙蛙种子，第二个是小火龙，第三个应该是杰尼龟啊。我们肯定要选一个小火龙吧，因为小火龙后期才能抓到，前期抓不到。其他的两个的话还是挺好抓的。然后这款游戏这服务器啊，总是要关闭维护啊，这个没办法。有时候可能一集的话就是分两段录，有时候早上录到一半断了，然后等它开服了才能玩。皮卡丘的话其实是后面这一个，之前我们在那个体验里面玩过皮卡丘，但是皮卡丘无所谓了，一卡一卡的。哇，好卡，释放一下内存。好吧，拿完之后我们要跟博士说话，对吧？
嗯，拿到一个，你选择了一个不错的神奇宝贝，然后这个是什么？好，我们还是用这个软件翻译一下。捕捉，然后随便找个翻译就可以了，挺快的，对吧？特别便捷。嗯，我要请你帮我做点事，桌子上有我发明的图鉴。捕捉一下，然后粘贴。它会自动记录你见过或捕捉过的口袋妖怪，这是一本高科技的百科全书。哎，这个很高端啊。我每次就要切来切去比较麻烦。这世界上所有的神奇宝，一会儿口袋妖怪，一会儿神奇宝贝，好吗？让一个完整的指南啊。他说要收集到世界上所有的神奇宝贝的图鉴，那是大木博士的梦想。但是这个是什么呢？但是我太老了，我不能这样做，所以我想让你啊为我实现这个梦想。Get move。说应该是选择这个精灵，然后自己去走吧。啊，这是一个啊，这是在口袋妖怪史上最伟大的事业，最伟大的举动吧。啊，我获得了这个图鉴，然后我们可以在这里打开图鉴，包括我们点这个，好像有时候会慢，就是比较慢。它这个，它这里可以显示在哪里可以捕捉到，早上还是晚上啊什么的。在什么草丛堆里面可以捕捉到，包括他好像技能啊，就是几级学到技能好像都有了。之前在那个掌机版里面的话是没有这个设定的，就看到多少级会有技能什么的。他这十级啊、七级啊、十六级、十九级都有技能名字。那这名字的话，我们可以用这个东西截取翻译。那我们可以自己去截取翻译一下，有这个软件挺不错的啊。不过还去截到两个。龙的怒咆哮，好吧，因为这个背景啊，它背景字太那个花了，只能一个个截。如果截这种的话是没问题，如果是有不同颜色的话，这个玩意儿还是挺难截的，要改一下这个截取的深度什么的。嗯，好吧，好了，他要说什么话呢？截个图看一下。看见被捉住，你还抓了一个口袋妖怪，原产地在关东地区，什么东西？反正这翻译出来就怪怪的。哦，来看一下，我看到你正在学习使用球啊，就精灵球啊，寻找草原地区的口袋妖怪。我还没用过，好吗？好吧，我回家了。嗯，让我回到老妈那边去拿东西吗？嗯，我记得妈妈说过，我离开小镇之前，我记得这个离开小镇之前，老妈要找我谈话。嗯，这小喉咙好小啊。来自动的了，老妈，我又来了。让我们全程翻译一下，反正翻译挺简单的。我已经给介绍啊，我已经什么？翻译问题，用谷歌来看一下。哦，我已经被赋予了手，看不懂啊，这翻译。谷歌翻译看来要用有道翻译，有道翻译长句会好一些，百度翻译不太准。说我明白自己的任务，需要你去旅行原路一下，就是意思说，
这个就是说，我知道你的任务是远离家啊，这离开家去旅行。然后这个是什么呢？我可能不会啊，我们可能会有，就是这个是我们可能会分开一段时间，所以请求啊，就所以让我自己照顾自己。老妈哭了。哇，这条有长，好长啊。没有你的父亲，这已经很艰难了。但是你现在已经表现出了很多的责任，而你不得不照顾自己。反正这个他这个剧情肯定翻译出来不太准。我换一个吧。有道翻这个有道翻译，我记得是翻译这个句子翻译的挺好的。百度不行啊，百度。有道翻译这个翻译句子翻得挺准的。更多的责任比大多数运动好吧，剩下来比你年龄更大的责任的人已经习惯了当然我反而看不懂，反而完全看不懂这翻。我相信你有能力照顾自己，但请接受我的钱。好吧。给了我多少钱啊？今天早些时候大木博士也在你的企业中有了一些补充。是我的背包中吗？啊，是我的这个旅程中有了点补充，你可能需要。这应该在我的房间中有了一些，给了一些道具，你可能需要在你的课桌边上拿到它们，它们放置在你的那个课桌边上，好吧。I love you， 你要相信你妈妈是爱你的。好，请记住我爱你。如果你想回家，我永远会在这里。老妈是可以回血的。好，就这个东西。获得了五个精灵球。获得了五个伤药。哎呀，没有跑鞋啊，有跑鞋就好了。老妈应该送上跑鞋。好，这个时候我们那个时候是遇到伊布对吧。因为出去的时候，我们在玩那个，就是录试玩视频的时候，出去的时候说要找那个伊布。你碰到一个口袋妖怪，焦急四处跑，他似乎特别孤单。走丢了吗？应该是，这个应该是说我在电视上看到过这个数码宝贝叫做伊布。啊，不是数码宝贝，口袋妖怪。哎呀，之前玩数码宝贝玩多了。口袋妖怪喊出他们的名字，我都在电视看到，所以必须这个口袋妖怪的名字叫做伊布。什么叫必须啊？好吧，总是说差了。玩数码宝贝总说成口袋妖怪，从小精灵，然后玩口袋妖怪总是说成数码宝贝，好吧。他们看起来像他看起来像是在这里迷路的野生的，因为他不伴随任何的教练。口袋妖怪就神奇宝贝嘛，差不多。我会捕捉到所有的口袋妖怪的一天，所以能把这一个方式进行下去。就果断要边玩边翻啊！捕捉它需要用到精灵球吗？应该说。
张颖旭啊，反正看不懂啊，这个翻译有问题。好、哦，训练师，训练师叫杰克宋是什么？杰克宋啊，宋吗？还是宋？杰克宋，杰克桑，什么桑？啊，这个，嗯，这个口袋妖怪是我的。杰克逊，我去啊、哦！杰克桑，我看不懂，这是一个耻辱，侮辱我，觉得我的口袋妖怪会落入一个不称职的人的手中。啊，你没有通过啊，你是一个没有经验的教练。哎呀，点错了，你是一个没有经验的教练。Sorry 啊，应该说我以为这个口袋妖怪是不是，我以为这个精灵啊，这个精灵是没有主人的。应该是这样说的吧。对不起，但是口袋妖怪似乎是独自一人的。我认为他没有火车是什么？我认为他没有教练，好吗？来吧，我觉得这个有点长啊。好，杰克逊保存啊，应该是保持你的呼吸。我已经有了这个中心的演讲，我的母亲和教授对我应该如何啊？这个翻看不懂了，看不懂这翻译有点问题。反正是我的对手就对了，基本上都是有一个对手，对吧？来看看这里这句话是什么？我们浪费了一天还没出村。都是在看剧情，但至少能看懂大概的意思。如果不翻译的话，一会儿就出去了。杰克逊坦诚地说：“我不在乎我的口袋妖怪的建筑是什么鬼。”等等，用谷歌翻译一下。我不在乎我的宠物小精灵足够有融合恰当。举手，巴拉巴拉巴拉。作为一个教练的目标是严格最大限度的发挥这个口袋这个神奇宝呸宠物小精灵的能力，这可能是会阻碍到手啊，这个反正看不懂啦，就差不多的意思了，就反正说了一堆没什么用的话，到头来还是要跟我打，对吧？现在啊，怎么有个词没空格？现在我已经浪费了足够的时间与这个青春和你交谈，和你交谈浪费了他的青春和那个啥，我的好长啊，这个还谷歌靠谱一点啊，有时候谷歌比较靠谱，有时候百度比较靠谱。杰克逊，我只关心那些谁可以足够强啊，我只关心谁够强，我们团结起来交谈，并且帮助实现我的目标。世上所有的力量是什么？我热衷于打猎。打猎是什么？我热衷于猎杀。你显然不适合。我需要战胜杰克逊。为什么叫杰克逊？他说：“你想挑战我吗？”应该是这样的吧。你没有拿起消息是什么鬼？消息是什么？我看你没有接到消息，孩子。哦，拿起消息，你看有时候真的是百度靠谱一点啊。什么叫拿起消息？你真是可悲可怜。哇，这段话有点长，我觉得要两边一起翻了。哎，这样玩起来还是代入感挺强的。哎，恩迪是什么东西啊？这个谁跟我加好友啊？不，恩迪有这个词吗？嗯，Pokemon 后面是 C 什么什么？哦 ，AND，A 怎么录了？A 被我删了吗？
我看见，哎，有一个词不对啊，啊这个空格。我看到你欢乐的在你得到第一个宠物小精灵，吵着说你将是一个口袋妖怪大师，捉住每个口袋妖怪。一会儿宠物小精灵和口袋妖怪烦不烦？这翻译和征服任何教练的闹你哦，反正这翻译真是吐槽不能吐槽。他说让我看电视嘛 ，TV show。这一会儿口袋妖怪，一会儿宠物小精灵，好吧。你可以实现你在虚拟电视节目中所看到的，但对你的现实情况有着完全不同的叙述。好歹我们第一集要出村啊，你这么多剧情让我翻译到什么时候去啊？那从外面翻译到里面还在看剧情，这剧情够多啊，好歹让我出去练练级啊，有可能练级还放到下一集去。我会给你个教训的，因为你太愚蠢和执着了，我会给你和你的宝贝你的母亲因为你啊这个一个教训，做任何事情除了啊这个反正就是浪费他时间就对了。终于开打了，不容易啊，我去30多分钟，加上前面那个剧情看了半天。小火龙使用这个是什么？等一下我看这个是什么技能，这应该是火焰吧，还是什么，还是冲撞攻击啊，划痕啊，抓，这边应该是吼叫、尖叫、吼叫，然后这个是抓，叉，抓痕这个特效还有啊，很多近战攻击好像都没有特效。之前我们玩的时候，我去，这个血掉的有点多。哎，自动回血了，没关系。应该带了一个东西，带了一个护符，还带了个什么东西回血。为什么他这么高清，我那么马赛克呢？难道是背面看马赛克吗？让我想起了那个《口袋怪皇》里面，皮卡丘的背面是马赛克，对面敌人是挺高清的。哦。吗？我来看一下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为什么是这个词？有什么好这个？有什么好的这个 Pokemon？ 好吧，捕捉一下。这是一个悲剧。啊，讽刺的是，在我控制的一个啊，就是说，这为什么我控制的这个，他就是说他的这个伊布怎么那么糟糕，没有我的强，没有我的强劲，然后被我秒掉了。但是到那边的话要去练级了，不管教练是多么熟练，任何人都会在口袋怪是什么叫可怜的失去啊？就是说他很强，但是他的精灵不强，就这样，他的那个精灵不强。捕捉一下，你就加我好友谁啊，哦加个好友。哎呸，这是对战好吗教练，我可以撤退吗？啊我不能撤退，我没看清楚，我以为加好友呢。哎这位观众，你不要跟我加好友好吗，我打不过你的，点错了吗？然后被秒掉了好吗？啥情况？好吧，我还在说话呢。你这位观众不要乱点好吗？点错要死人，十级的我都残血了。我还在说话呢，把我秒回来了。就是这就是为什么我不能成长的成长友好的对待我的。口袋妖怪友好的我，他们会哎对哎，谷歌吧，这个翻译不过来就换一个。好，这就是为什么我不能成长，对吧？这好像都差不多。自动翻译，我的友好，他们会表现不佳，你会意识到你自己如果保持真哲学是什么？算了，这个完全看不懂这翻译。
我操，还在说话，我隔空跟他说话，我天哪，死回来隔空说话，好吧。好，如果我不能遵守口袋怪就或聘请教练，我不能纪律的啊，我不能这个练强他自己的口袋怪，或者让别人代练，拥抱我的哲学，我会抛弃他们。拥抱你的哲学是什么鬼？哦，隔空在跟那个人说话啊 ！NPC 开挂了，他可以隔着房子跟我说话。即使你管理好，这反正即使你训练好你这个口袋妖怪，而且你能力够强，他也就是那个杰克逊也不会雇佣我，因为我知道你是个孩子气啊，天真的心态会阻止你长期的增长。你说的是智爷吗？嗯，好吧。杰克逊跑开了。对啊，我都回到家了，他怎么跑开的？不容易啊，我们终于把前面的剧情全看完了。那这里面的话，死掉了就直接回到家，或者回到就近的这个，为什么总有光头啊？就回到就近的这个。口袋中心啊什么的，然后这边可以出去了。好，这集的话我们先到这里吧，也是把前面的剧情全看完了。下集的话我们开始就要练级，到时候练级可能会以一个加速方式过去。啊，我练这个到时候直播啊玩的话录的时候还是正常的，但是后期的话我会把这个练级这一块加速，因为这个练级太麻烦了。练级也不是太麻烦，太消耗时间了。真的要练的话，它毕竟不像那个，不像那个模拟器版的。模拟器版的话会有那个加速嘛，有加速的话会练得很快。但是这里的话是一个网游，是多人在线的，所以说没有加速这个功能，包括也没有一些什么学习装置啊那些东西。好像学习装置还没出，毕竟是一个目前是一个测试版。啊，测试版的话功能还是不是很齐全的，包括很多那个口袋妖怪的这个技能啊都是没有的那个技能特效啊。你看这个人民币玩家啊，这个五美刀就可以买两个坐骑啊，五美刀可以买一个，这个五美刀好像是 100C 的这个点数吧，可以买一个闪光的坐骑，要30块钱买一个坐骑是永久的啊。我反正也没有那个东西去买了，到时候再说吧。后期的话可以花好像7000多块啊买辆自行车，好像还是10000多块买辆自行车。好，那么这集我们先到这里啊，下集的话我们这个就开始练我们的这个数，就开始练我们这个这个神奇宝贝了啊，这个宠物小精灵了啊，练我们这个精灵。这集的话我们就把前面的一个剧情啊全部重新看了一遍，之前在试玩里面没看到嘛，因为试玩里面这个剧情我都没翻译，然后现在是这个现场翻译啊，看了一下还能懂一下这前面的剧情，毕竟纯英文剧情啊，直接略过去啊，就单单略过去的话好像挺无聊的。 OK， 那么我们下一再见，拜拜。